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我其實真係習慣啫，其實食蟲同食魚、食牛、食牛食雞冇分別嘅，都係食眾生啊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我制造最快啲啊。咁我覺得都唔使呢啲咁樣嘅所謂專家預測啦。舊年2023年咧，就我哋人類有歷史以嚟，嗱有歷史以嚟咧，就追溯到幾時咧？1940年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有啊，用嗰啲數據啊，個叫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嘅數據收集啊，咁由1940年開始收集嘅。咁2023年咧，我就係我哋1940年以嚟咧最熱嘅一年。咁似乎今年咧就可以打破舊年啦。嗯。啊，即係成為2024年咧，就可能係1940年以嚟80多年咧最熱嘅一年。咁佢天氣咁熱，異常變化，就係呢個係眼見嘅事實啦。好似我啲反環保嘅人咧，我都好難去啊推翻嘅。我哋唔使講咩心得你熱死人啊，咩咩潮聲又話。日本都熱死人啊！日本周圍好多地方熱死人。物價死好多人添啦。物價嗰度，物價啲就。我又唔用抵死你咁樣逼法抵死啦。唔係，就算你希臘都死人啦，都熱死人啦。嗯。嚇、啊，咁你講唔好講嗰啲啦，太遠啦。香港其實都係真係好熱。啊，唔係淨係34度嗰下嘢，係嗰個地氣蒸上嚟咧。嚇、嗯啊，老實講，好似我哋有陣時攞車嘅時候啊，當然我哋擺即係車場啦。喂，好出邊佢個佢都係啊 ，indicate 係34、35度、35、36度。嗯，你話幾撚熱啦？咁你話我哋就比呢、這個前工業化時期嘅平均温度高1.64度，咁都係平均啊，高1.64嘅喎。咁究竟我哋將個學蟲咧係嘛？咁我覺得就自不然又有我哋嘅生存方式喎，你又唔使咁驚喎。你如果好似嗰啲左膠環保撚，你話要擔心呢啲嘅？你而家呢個惡性循環嚟㗎，永遠都係啊！即係你越係即係我唔中意虛偽咧，就係譬如話你環保，屌你咁啊，要用多啲公共交通工具，咁屌你咁呢個環保少女搭私人飛機嘅、嗯，喂你話喂我哋要乜乜乜乜冚家產，你啲撚樣屌你諗咩個個咪開曬冷氣？你而家惡性循環就係、是、你好似香港咁樣啦嚇、啊，喂熱到咁樣你又冇得唔開冷氣啩？咁、嗯、你學嗰啲排放，跟住令到氣温咪更加熱咯。啊！咁但係呢啲對個地球嘅侵害其實都係唔多喎，啊！更加多嘅喺邊度咧？呢個係科學家永遠唔會同你哋講嘅喎，啊！好啦，咁另外琴日朝咧，我唔知呢個係咪翻嚟咗呢個係佢嘅決定啦。咁佢啲黨友會係點樣咧？係咪咁樣放過佢咧？咁拜登咧就出咗信啦，俾國會嘅民主黨人話，佢係必定會繼續參選呢個。好啊，選舉美國總統選舉。正啊！嗱，發展到呢度咧。就令我哋諗，覺得咧會唔會出現咗？我哋成日話喂，會唔會暗殺總統？成日覺得暗殺特朗普，而家會唔會暗殺呢一個拜登？嗱，因為如果拜嗱，因為而家你嗰邊咧有一種講法就係、是、嗱，雖然都冇人換啊，如果假如要換人咧，就只有呢個何錦麗嗱，呢、這個阿包個錢啦，因為拜登啲錢可以直接就可以 apply， 佢可以攞嚟用 ，OK。何錦麗有冇料唔緊要，佢係女性，係黑人。咁到而家咧，起碼民主黨仲相信呢一啲咁樣係會有票嘅。其實淨係講呢樣嘢，即係我要包括所有支持民主黨嗰啲左翼人士講，你哋都白撚痴，你班冚家產啦、啊！屌你咁樣，我話俾你聽，支持民主美國民主黨嘅就係全世界最邪惡嘅政黨，從來就同你哋而家心目中覺得咩嗰啲波爾布特啊，或者嗰啲偉大嘅咩咧，冇乜分別。只不過佢而家未有嗰個絕對嘅權力去做嗰啲壞大壞事啫嘛。你俾絕對嘅權力佢哋，佢哋咪係嗰啲人咯，就係嗰啲人嚟啦。你好話唔好聽，你淨係好似乜都唔使講，你淨係好似嗰日你話嗰個中間偏右、中間偏左加埋極左所謂聯合，屌你老母閪，嗰啲又叫咩啊？嗰啲叫我哋嗰啲咩咪搞掂咗。即係費事想界票，係啦，佢係咪叫界票啊？我哋嗰另外一個字眼，集中票員，係啦，集中票員啦，諸如此類啦。屌唔係啊，個字眼，屌啦，算啦，呢啲嘢我哋中國人做唔到啊。中國人永遠屌你有冇亂跟過咯？嗯，協咩調啊？屌啦，好撚 friend 啊，協調。屌你有乜嗱結果？唔係中國人咧，佢係喺自己相似嘅
咩咧？反而係重大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仇恨分鐘，因為點解咧？佢意見未必分歧好多嘅，係因為私人嘅恩怨。你背叛我，覺得係啦，所以係起咗出嚟，大概嚟政治信念相對比較接近嘅，就唔係南緣北切嘅啊。好啦，屌你老尾！但係咧成功啦，因為集中個票源啊嘛，真係配票啊，配到票，唉、哎，冇錯啦，配票配到票啦嘛啊。好啦，屌你老母係。到到而家我都唔諗明點解屌你老母嗰啲兩張包括老蕭成話，誒嗰啲極右啊法西斯啊，好多人啊老蕭話，好多人好擔心馬力列旁上，佢點樣法西斯？我就係想問。超，如果唔係你極左咁撚串啊，都未必咁多人掰極右啦、啊。唔係，就算極右，佢點樣法西斯？你點為之法西斯先？好似你成日話阿 Trump 法西斯，阿 Trump 幾時法西斯過？喂，陳偉業答啦，屌你老母，你識撚嘢咩？陳偉業嗱，我撇開陳偉業個人，我嗰種下賤啊，我本身佢其實佢真係好撚唔識嘢嘅喎。屌你老母！你阿 Trump 你答我，佢有乜撚嘢？佢有乜嘢法西斯？喂，你淨係屌你老母！你好話唔好聽。喂，美國國會1月6日案，屌你咪竟然可以拉咁多人坐監，我都覺得好撚好笑啦！證據超嚴喺度，仲話人民國會，屌你老母！點解美國個白宮、美國個國會會圍緊住曬水位，一圍圍幾年？我 Trump 嗰陣時都個法西斯反而冇圍喎，咁佢唔驚啲人民啊？我你支持嗰啲就法西斯，我嚟緊 BLM 去打砸搶就唔係冇嘢嘅。人呢場示威就係屌你老母，我反即係佢講撚曬。最初11、12嗰啲，佢講撚曬，屌你老母！所以我同你講啦，支持得美國民主黨嗰啲梗係冚家產先，仲冚家產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美國唔撚內戰啊，屌你老母谷撚，美國唔撚滅啊，真係冇撚天理啊！屌你老母閪，你咁撚閪，因為你而家睇住佢一定死鳩緊啊，死鳩緊。只要嗰時拜登上台啊！你聽啊，李柱銘嗰啲啊，拜立撚曬嚟嘅辦選解決，立撚曬嚟嘅。解決咗啲咩啊？係啊，而家都唔好解決咗啲乜嘢問題啊！你哋要求嘅咩道德高尚定點樣？我真係唔諗知話可以拎噏咗啲嘢。係啊，係難係難揣測啊！我而家已唔係講解決嘅能力啊，係淨係講佢哋攞呢個位置，攞呢個總統大位嘅手段啊，已經令人哋屌你發展到不得了啦，係嘛？至屌你咩？喂，民主啊嘛！屌你老母唔撚輸得嘅，於是乎不斷去搞嗰啲咧，咁多年不斷嚟講嗰啲，佢永遠唔咩嘅。嗱，而家我哋見到歐洲已經係啦，嗱嗰啲咁樣嘅左派嘅軍富主義、福利主義已經累諗到歐美咁撚大鑊噶啦。其實某程度係喎，法國死咗幾年。好啦，屌你老母，不斷去講嗰啲嘢咧，其實就係奪權啫嘛。你估佢哋信咩？咩 LGBT？ 你估佢哋真係信咩？係嘛？有個咁樣多蠢人懵撚去信喎。嗰度大撚鑊喎，所以美國真係冇得唔滅嘅，而美國一滅冇得唔亡啊，唔亡就冇天理。佢一亡咧又大撚鑊喎，屌你啦，佢係大佬，你都冇人做到大佬㗎。啊，哎又唔使咁激動嘅，你好你老味，我話俾你聽，就算阿 Trump 贏咗，佢做到啲乜嘢，我好懷疑咯。因為而家你大部分美國人，特別係後生嗰班，佢真係係深深 believe 嗰班。你諗下支持哈馬斯喎、啊。有啲人嚟啤你又唔好咁一面倒，屌你支持，喂屌你老味，稍微有少少腦啊都知道。即係老實講，鬼唔撚知和平與愛咩？你唔好同我講嗰啲啦。咁但係哈馬斯係乜嘢人啊？恐怖分子咯。你就算巴勒斯坦人，屌你老母閪，係乜撚嘢巴勒斯坦啊？咁撚巴閉啊？咩撚嘢歷史以嚟啊？又有啊？你要睇翻個歷史，你有個道理噶嘛？去解決問題噶嘛？你而家好簡單咁放人，好撚簡單啫嘛，係嘛？所以呢個世界上咧都係懵撚多啊！屌你，讀得越多書嗰啲撚都越撚蠢，咁撚簡單。屌你老母，咁咪先聊自己賤。你好似屌你老母，喂！你冇嘢㗎，你而家普京屌你諗，你講乜諗都冇用㗎。又話點樣係啊？我都覺得你有你嘅諗法。不過你問題係你真係用武力去侵佔喎、啊，你真係食得和米多喎、啊。嗰陣時攞條黑你咪亞就諗住咁樣容易啊？咁屌你咪咁啊？屌咁撚樣咯啊！好啦，拜登話：哇，佢今次呢一個咧，人哋同佢因為信你嘅，如果現場就唔知佢個表現啦，好飄忽啦。佢話：我想令你哋就知道，儘管媒體同埋好多其他唔同嘅猜測，但係我決定。致力在這一場競選裏面進行到底，而且擊敗特朗普，快點讓鼓掌啊，這個是順利的。在過去十幾天裏面，我和民主黨的領導層和很多民選的官員、普通的成員和民主黨的選民進行了廣泛的交談，這些是很典型的美國那些選舉 speech 來的。我聽他們對我的擔憂，我不會對這些事而不見的，但是我想提醒大家，我想提醒各位民主黨人，提名的程序對任何想參選的人都是開放的，即是說屌你老母，你就來叫救我機咯，不要想著我換我啊，
我獲得了1400多萬張選票，佔整個提名流程選票的 87%， 我有3900張代表票，這個令到我用有很大的優勢成為我們黨的推定提名人。這個是選民作出的決定，不是媒體，不是專家，不是捐錢的人，不是個別的個人團體，我不理他們對我的意圖有多好，只有選民，這是很典型美國的、選民，選民才能夠決定誰是民主黨的提名人，下面的人好了這樣的，即如果他當然這個是信來的，是 X 那裡發表的、不是他如果出來講到這麼慷慨激昂呢、不是他如果講到好像剛才我那麼慷慨激昂，我都說 OK 了，那你去吧、你一定不是了、好吧。我過幾禮拜以來關於如何前進的問題已經廣為討論了，現在是時候結束了，我們第一個工作就是擊敗特朗普，這樣 OK。 他說我們距離民主黨大會還有42日，距離大選還有119日，任何對決心的削弱或者對未來任何不明確，就只會幫助特朗普傷害我們而已 OK。 Anyway 啦、很多人認為我不應該去競選 OK。咁你哋同我競選，擊敗我，去代表民主黨啦，OK， 喺呢次大會度挑戰我，即係咁，我覺得都好嘅，即係去到而家咁樣，即係你話有陣時我聽佢話兩條老嘢，乜冇人咩？嗱，老實講，我就真係唔知點解民主黨冇人得咁緊要，因為個個都係靠呃鬼片噶嘛，冇個好人。民主黨無論佢嘅支持者或者佢嘅黨員，我同你哋講，冇個好人，全部係人格下賤。猶如偉大國的人一樣咁撚人格卑賤，如果不是你不會去在民主黨度。但是如果拜登點解有很大的機會被即係刺殺咧？佢如果繼續選咧，佢輸的機會是60-70%啦，輸啊！Trump上位咧，係咪真的會踢爆很多東西出嚟咧？係咪成個甚至乎會成個聯邦政府反轉？喂，你真係好多嘢，其實阿聰未必會做咁盡，但係好多嘢越諗越驚嘅時候，哇！屌你老母，一不做二不休啦，你點知會發生咩事啊？係咪今次如果拜登又贏咧？冇啊，冇得贏。哇！正啊！其實上次老實講啊，稍為你嘅 IQ 只去到中度智障啊，即係60-70%啊。都不會信那次是沒有做會啦。你看到什麼沈旭輝啊？不要，那些智障友，屌你只看了寶良哥、沈旭輝，你看看他們那些智障友，講劉世良那些，講河馬那些就說你是潛的，他不是轉過頭啊，他們那台不是拿皮皮和 Christy 啊，那些 Mira 媽都有人聽嘛，那些他不是說過，誰是皮皮啊？即是 Mira 其中一個，即是屌我都跟那些話題沒有分別的。跟著屌阿姜圖他首歌什麼作品說話就即係入邊誒填詞嗰個叫小黑啊，講到哇，好似啊為戰爭嗰啲誒，佢發聲啦，點好似講佢民主佢鬥士咁款？屌你點解咁嚟信沈旭輝想籠絡嗰啲 Mira 姜圖嘅 fans 啊？呢啲咪 cheap 閪咯，仆街！沈旭輝啲垃圾，你咪請梁振英去你結婚，然後 po 埋張相出嚟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啲屌見到官位一日含撚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就真係最撚現實。我因為點解咧？係咁盲撐拜登。我係完全唔會講河馬，我唔想講李隆基嘅。點解？因為佢冇跟，我唔得閒跟。其實如果唔係每日我要做節目咧，睇呢段新聞咧，喂，我咁撚多嘢做，屌你咁樣睇鹹網，有睇劇，我幾撚多嘢做啊？喂，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佢要撐拜登。我話唯一就係因為咧，民主黨係 collaborate 好多商界嘅。你唯一係諗呢樣嘢嘅啫嘛。即係老實講，啲商界點解會？明明以前商界其實跟共和黨接近很多喎，點解係咁咧？因為呢班人更好賣啊！你哋明唔明啊？更好賣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周冠威繼續開戲啦，喺台灣啊，沈旭輝撐拜登都唔知道你真要睇啊！斜進到拜登對吹蕭張最撚勁啦佢，好撚多，唔係啊，我撚曬，我一聽佢，我覺得老蕭係撐拜登。我真係我唔肯定啦。咁老蕭個立場不嬲都係咩啦？咁啊即係我就唔想講啦，咩天無絕人之路啦。喺 Deadline 片名暫時叫做 Deadline。咁啊，但係根據咧個報道話咧，即係佢個拍檔啊，鐘宏傑啊，佢個製片執行監製啊，就話咧，喂 Deadline 咧真係唔方唔 Deadline 啦，所有嘢咧都係3個月前啊，資金演員團隊乜嘢都未掂，但係今次咧就乜嘢都齊咗啦！據講好似係阿秋生嗱，其實咧，我真係真心咁講啊！
特別係同香港電影或香港人講啊，一人婚禮你有冇睇啊？收幾多錢啊？一人婚禮？好似幾百萬。幾球？唔差，一人婚禮唔算好突出，冇話係咁好啦，但係唔差。屌成日話，所以有陣時話唔好咁廉價，唔去睇就唔去睇啦。我做最公道嘅，唔好睇咪唔好睇咯。我撐你乜撚嘢？黃咩店啊？屌你唔好食咪唔撚食咯。啊，就唔好講到自己好撚高尚偉大。屌自己一去到自己又唔撚掂，咁啊最撚到撚肚啦。啊，屌你老母，你十億分乜都唔好講啊！講真啊，佢啊真係屌你老母閪，佢咁叫黑狗輝。啊！不過佢都有撐宇文安嘅，宇文邦去咗英國之後，咁、人話佢嘅時候，屌仲合照，即係呢啲人，你就睇得出沈旭輝係啲咩人咯。宇文安而家都好撚爭議啊！呢、這個人物係啊，沈旭輝就呢啲佢咁嘅人，唔係幾頭勾。沈旭輝應該都話咯，叫黑狗輝啊！嗱，沈旭輝呢一類人咧，真係唔好講我哋而家個勢網咁強橫，佢從來唔會去接觸到我嘅。點解？第一，佢睇唔起我哋呢啲粗口仔啦，又讀書咁少。第二咧。佢亦都深知，佢呢一類人喺我面前冇唔會有運行嘅。咁我哋一埋身都就係屌你，完全我都知你想做乜撚嘢嘅啦。你所以佢係唔會接觸到我呢個大灣輝。屌幾年前咪仲撐緊大灣區，但係唔好講大灣輝，都話黑狗輝。屌你諗佢第一個講啦，好撚埋支嘢㗎，三十五家。屌你老母閪，然後呢扎四十七人咪白狗咯。屌你老母閪，黑狗輝嚟㗎，大灣輝啊！屌你，唔係冇所謂，屌你叫人。屌你乜！你講到咁撚樣，你第一個行緊咗去，唉，不過算撚數啦，冇乜嘢好講嘅。喂，我又反而睇女啊，好睇女。嗱呢一條女咧係好靚咧 ，OK 嘅，不日本妹啊，叫做宮原華音，好抽得嘅。咁係咪好抽得咧？我專登揀啲唔好咁狠嘅相。嗱，佢廿八歲 ，OK， 五歲就攞咗第七屆全日本少年少女空手道選手權大會嘅資格。十五歲咧就喺第25屆東京中學生空手道選手權大會度獲勝，亦都喺十五歲嗰年咧成為史上最年輕嘅三愛比堅尼小姐，即係又打得又靚女。OK， 畢業之後咧，佢喺日本藝術高等學院度讀書，然後咧體育大學度透過事務所參與日本啦同埋香港嘅電視劇演出。咁佢嚟過香港度拍嘅，拍嗰度應該係啊打擂台打天下二。OK。咁啊，最著名嘅事件咧，關於阿官員華音咧，就係舊年佢係以踢拳選手嘅身份參加呢個 Y167 嘅格鬥賽事，嚇39秒內咧就 KO 對手金子九美子，跟住即刻馬上換裝，即換上 Wing Girl 嘅制服，即係舉牌嗰啲啊 ，OK， 繼續擔任舉牌女郎，哇！呢、這個慘化就好大，反差就好大啦，下邊啲人啱啱見你喺度打完人。屌你個轉個頭下個回合，屌你都出嚟做，即係下一個選手，你再做舉牌，係咪？咁即係可以見到咧，都好坎坷喎。佢經濟上面嗰啲努力生活都肯定係咁樣啦。OK， 嗱叫宮原華音，咁係一定有技藝嘅，係咪打得咧？就用翻我哋嗰、那個講法啦，就要打過先知。佢肯定好抽過我，但係咪打得低我咧？呢、這個就體格問題啦。所以男人咧，有陣時咧，屌你老母！就係用強啲人話喂，如果真係喐嚟喐去，啲男人強加唔到，唔係嘅。你個力度嗰、那個力氣爭得太遠啦。佢掙扎係咁掙扎，即係當然我哋絕對反對冚家產強姦啦。啊，你氹佢咪得咯？屌你咩？呃鳩佢都得啦。我真係好撚閪你啊，好撚中意你，真係好撚白啊。係咁，我講埋啲閪話。冇、啊，唔得噶，唔驚啊，掹出嚟啊，唔得噶，我想得保留第一次啊。你真係唔中意我，你我真係好撚辛苦，跟住又女又成，屌你啦，跟住喺度女去一套咧跳。挑逗佢啊，令到佢有產生反應啊！屌你兩母咁去，屌你一個唔覺意咁，你佢一説，小心到路滑咁入撚咗啦。OK， 好啦，我哋睇呢個官員話音，嗱睇呢一張相咧，阿波路睇唔到幾多，佢有啲似 IU 添喎呢張相。OK，OK 嘅，性感喎。哇！你屌嚟咗細個嘅時候咧，揸住張相望住個大髀嗰個紅罅，即係嗰度。嗰、那個檔啊，好有幻想，咁就可以打飛機噶。如果細個，而家梗係依家都得，你睇埋嗰波，個波好撚細喎，但係照打，同埋啲肌肉都係咩嘅。好再咧，嗱呢張就冇咁 muscle 啦，但係呢張反而女性化啲喎。但係其實你啲手腳都係好有 muscle 嘅啊。喂，屌你老母係，你呢啲搣唔搣先？冇得唔搣啦。咁佢唔搣啊，唔使問啦。係咪先呢啲？有冇人唔搣？冇啦，屌你老母係。好，下一張。
你啊，嗱呢，我專登揀啲係柔性啲，佢就唔大波，係始終運動員咁樣做運動法，但係有嘅 ，OK 啊，哇！你呢條一條粉白喎、啊，好白、啊，你話呢啲一條粉頸咧，屌你錫落去，舉高隻手啊，係咁啊，聞佢架底啊，屌你老母閪，唔係講笑啊！呢啲你唔會覺得佢臭㗎、你睇個款，係咪先？喂，架底啊，試下啲女咧，架底啊，唔係架底痕毛啊，係架底啲痕嗰啲接痕多都唔敢命㗎，要做要化妝要搽粉嘅，再去。嗱，我全部揀呢啲柔性化啲啊！嗱，呢個就係 Wing Girl 嗰啲裝扮啦。OK， 仲有冇相啊？好，好睇咯，張。嗱，呢個就係啦，嚇，做舉牌女郎咯。其實就老身就一般嘅，嚇。咁但係你冇反咧，咁樣做運動反啊嘛，你唔 hit 咩 ？OK， 好，休息一陣啦。我諗抱我，